星耀，
竟然抓这种大妖来抽取元灵，真是不要命了！他的力量正在恢复，怎么回事？ 方向跑了，香儿，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快些找到轩辕剑。啊，小鬼说的没错。可是，要是他们跑去村庄里头，就会和之前一样。找轩辕剑虽然紧急，可这也是人命关天的大事。啊，小丫头说的也对。你说的有理，阿兄又何尝不知？但你瞧。 更后面呢，是否还有更多妖魔？若我们进入黄河古道，不但能寻找轩辕剑，还可沿路绞杀他们。
到干涸之后像是山谷似的。仙儿可知道黄河是怎么干的？改道之后，原本的河道自然就干了。难道还会有其他的原因吗？这黄河其实是被喝干的。啊？哎，小鬼又要瞎说了。上古传说，巨人夸父为了阻止干旱，逐日而奔，好不容易追到了日落之处，因为干渴而痛苦不已。他将黄河渭水一饮而尽，依旧无法解渴。夸父本想连北方大泽一并喝干，再继续他的追逐，却在途中体力不支死了。啊，那干旱不就……干旱无从阻止，但夸父留下的桃木杖化作一片桃林，造福了来往人群。子虚这么说，倒让逐日的传说变得动人了。本大王还嫌这夸父自不量力呢。所以这条河道就是当初夸父引进的。仙儿说是便是了。阿兄不会又骗我吧？这上古传闻的事情。Thank you.
休养。救命啊！有妖魔！大侠救命！怎么了？慢点说。咱们商队在前头遇上妖魔，我侥幸逃出来，求您救救咱们。无所谓，反正顺路。快带路吧。就在前头了，小鬼们上吧！
这儿安全了，你来看看吧。哎，太感谢了，恩公啊！多亏了恩公，否则大伙儿肯定全死在这儿了。别这么说，顺手帮点忙而已。倒是你们商队怎会走古河道前进？实在是迫于无奈呀。咱商队向来往返西域、洛阳，哪知这次才过了函谷关，便听闻妖魔肆虐，驰道全都被封锁了。逼不得已，只好冒险碰碰运气，没想还真遇上了妖魔。如此行险也太过薄命。南宫有所不知，一家老小都还在洛阳等我，嗷嗷待哺着呢。我若不搏自己的命，便是拿他们的命来搏。这也是，都是辛苦人。疾风大王，你晓得哪条才是通往鲁班遗迹的路吗？啊，让本大王看看。大王看清楚了吗？看得很清楚，毕竟本大王鸟眼如炬。但遗憾的是，本大王也不知道路。方才不是说着方向顺路，还以为大王识路呢。哎，我得好好教育教育你们，这黄河一天到晚改道，有道是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。本大王识得的是三十年前的路。大王这话说的，难不成我们耽误的这一会儿，黄河就改道了？总之，接下来该怎么走，本大王三十年前知道，现在不知道。诸位恩公说的遗迹，可是那艘沉在地下的大船？顺着这儿走下去便会看到，显眼得很，肯定不会错过。多谢指引，我们正愁找不到路呢。恩公莫要多礼，真是折煞我等了。一点小小心意，诸位恩公莫要推辞。啊，这是大渊，不，秋瓷的葡萄酒。恩公好见识啊。葡萄酒很厉害吗？这种水果酿成的酒，芳香酷烈，味兼醍醐，是西域的特产。要是在长安或是洛阳，千金难得一壶。如此厚礼太过贵重。美酒虽好，哪能与救命之恩相提并论。那我就却之不恭了。没了命哪还有生活可过。本大王倒是觉得做事还是得知所进退。可我几次听大王说起故事，总感觉大王向来是勇猛过人，身先士卒。那倒是，毕竟本大王从不怯战。这样啊，可是我……别磨蹭了，加紧脚步往鲁班遗迹去吧。嘿。那儿就连卜筮之术也与中原大不相同。遇过最有趣的便是南方国度的鸟卜。鸟卜，这个本大王倒有兴趣了，说来听听。就怕疾鹏大王听了吓着。哈，本大王见的可不比你少。这鸟卜逢岁末举行，在进行之前，族人会先杀猴，以猴血祭天地，祭拜以后便由巫祝带领入山进行鸟卜仪式。没有带鸟儿要怎么做鸟卜呀？这就是厉害的地方了。鸟儿是直接从树林里走向巫祝的，抵达部族的圣地后，巫祝念诵咒语，便会有只七彩羽毛的鸟儿出现。巫祝会将它捧起，给族人们巡视一遍后将之杀死。啊，
这不会是你描写卜卦吧？可惜大王猜错了，巫祝会将鸟腹剖开，若里面充满谷粟，来年就将丰收，若是充满沙石，就代表来年有灾。听来真是毛骨悚然。大王哪日到了西域，可得小心，要是被当成神鸟就糟了。侠鬼多虑了，本大王可没那么容易被捉住的。机关船啊，这儿便是鲁班遗迹了吧？啊，说到鲁班遗迹，当年本大王……哎，大王，你能飞上去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路吗？哈哈，看都不用看，小鬼，走那边。大王忽然又认识路了呀？这儿地形30年来都没变。自然忍得。
慢着。将军有令，务必紧盯入口，你们可别再摸鱼了。这里头真有将军要找的东西吗？我怎么看都觉得是艘破船。你有见过这么大的破船吗？将军怎么说，你们就怎么做。问这么多做甚？是。看样子硬闯是不可能的了，肯定会被重兵包围。有没有办法绕过去？啊，绕路是吗？小鬼，走那里。绕来绕去的，这入口究竟在河东还是河西啊？小鬼，等会儿，有些不妙，怎么连这儿都有李军啊？李军人多势众，找到此处也是早晚的事。此地守卫人数不多，我们应付得来。哎，不不不，此处防备松散，太过异常，其中必然有诈，要不就是特别凶险吧。既然如此，大王可有妙计？没有，不过要是横冲直撞惊扰大军，可就坏事了。大王才说自己不怯战呢，现在不会是怕了吧？门儿，我怎么会害怕？就是担心你们被算计，提醒几句。何况本大王得好好监督你们，免得你们又给大小姐添忧。子胥，等会儿。吉鹏大王说的不错，贸然行动怕是会引来注意，不如先引开他们。哎，不错不错，小辈懂我，这正是我想说的。以我之见，不如声东击西，让他们分神。好吧，就依你说的办。大王辛苦了，稍后请替我问候夫人。马，天下地利。什么东西？快追！走。西域的人们来往的多，总也会听到一些不知真假的传闻。比如我便听说过关于女国的故事，谁也不知它确切在哪儿，只知是某座深山中遗世独立之所在。他们世代以两名贤明女子为王共治，即便是王的夫君也从不问政事，男子在国中只负责征战，其余吏职皆由女子掌管。啊，这倒是和咱们挺像的。微臣对两位圣上可是毕恭毕敬，不敢造次。阿兄这是在暗讽我和红姐姐吧？哎，不不不，陛下说一，微臣不敢说二。那待会儿若碰上妖魔，便请子胥收拾他们了，我就带上香儿
在一旁欣赏你的英姿了。好啊，恒姐姐说了算。你俩怎么就这样说定了？是啊，就依他说的办，声东击西。我想大王肯定能拖住他们一阵，走吧。不等大王吗？此处太过危险，刚刚是引开了守卫才能进来。吉鹏大王应该回莫浪河了吧？接下来就靠我们自己了。妖魔战斗，不知道这与黄河古道上有没有关系。
撞到星月，快追！
要性命。你死了。Thank you.
解，西域人娶亲是和中原一样，凭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吗？有些是如此，不过也并非如此绝对。我在乌孙便见过一次。乌孙国中，无论男女老幼，皆善于驾马骑射。年轻男女若要成婚，即便是依父母之约而定，都会进行一场赛马。该不会还得赢了才能成亲吧？挺类似，首先两人驾马一同出发，过程中小伙子调侃姑娘，怎么玩笑他都不会回嘴。一旦绕着折返点，便会换成姑娘追着小伙子，然后姑娘会扬起马鞭，可能在小伙子头上挥绕，或甚至抽打下去。小伙子可以躲，但不能还手。啊，听起来好痛啊。说是抽打，其实若两人有情，就怎会真的下手。这时也考验着小伙子的骑术，要是躲闪得好，周遭人也会给他欢呼的。这要是骑得不好，定连婚事也吹了。幸好咱们没这习俗，要不等仙儿集结，我可就头疼了。依我看，阿兄还是先担心自己别被打到落马。哼，你阿兄就算落马也是故意为之。是吗？若由我出手，子胥怕是撑不过半刻。红儿，不是认真要打我吧？这我可就说不准了。
是李军，他们想修复这尊机关人。这是上古机关术吗？说不定是出自鲁班大师之手。没路了，怎么办？要不咱们再绕绕看，避开他们。不，不能再避了。子胥，再避下去也许就无路可走了，不能总是避让。目标就在眼前，必须拼搏一把。
就有。Thank you.